Venezuela, reggaetón igual. Y se baila así. It's a fancy walk, and actually I got it from my dad. Teach me your favorite dance move. I have a good one when I do with my mom. Paper roller. You have to do this with your hands. Are you serious? I'd love to do this. It's just a fancy walk, and actually I got it from my dad. From Venezuela, reggaeton igual. Y se baila así. The hand holder, right shoulder, left foot. Then you have to like.烫过头发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知道台湾烫头发很贵吗？多少？你知道大概有20000多块。干，好小啊！直接冲冷门亏哦。什么处理？我想要拔毛换水，回天转地，苍天自变的感觉。什么意思？剪头发？剪头发？你就说剪头发？你剪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人活着不一定要鲜艳，但一定要自己的色彩。你就说染发就好了。那你要染什么颜色？初恋的颜色。初恋就是，是不是初夜？初夜的。脸兄弟感觉不太正常。那我问你问题，你知道从这边到你几步吗？啊，不是五步吗？请你离开。我不要，我真的想染头发啦。啊，我还想认真点色助。点点被怪的，我不请棒子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不领薪水可以吗？别闹，不领薪水。他是和我那个管老板呢。不行，不领薪水怎么可能？至少一个月领2000块嘛，那你20好不好？好，不然你20也麻烦，是不是？好，是。那就我去准备了，交给我。OK。我不知道为谁拆成英语，我从美国来，不会说中文，那样听得懂一点点吗？A little bit。所以你听得懂，但不太会讲。Yeah。你今天要剪头发 ？No。蓝 ？No。烫头发 ？Yeah。那你在台湾烫过头发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你不知道行情价钱在哪里？不知道。你不晓得？哦，太好了。学他一波。那你知道烫头发，台湾烫头发很贵吗？多少？你知道大概有20000多块吗？干，好小啊！直接冲冷门亏哦。居然还会说台语呀？在伦敦啊，三木老师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以为你那个不太懂行情啊，所以我才讲这样子。啊，美国还可以打折？打折？对，3万。3万？我操！不能打折的，但毕竟你美国来这么遥远，一定要打折的。好，帮你准备，等我。Okay.别发呆，看我造型谁哇塞 ，Hey bro， 快过来，把保险柜给打开，撒钱，撒的都是美元， yeah. 不删的我都不看一眼，除非不能少于5万。我亲 you and you， 想和你跳支舞，向我靠近一步一步 ，Welcome to my wave， 一直要没人会累 ，wave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最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